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把苦苦的变得甜甜的，因为你是而获得，找到了，把不可能变可能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你眼神里那一种光泽，心里还是热热的，最亲爱的，心爱的。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把苦苦的变得甜甜的，因为你是而获得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你找到没有？是啊，要感谢达达在这一年里面付出这个努力，对，所以我们这次有所谓的达达特定版哦，达达特定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做完就告诉你们。做完再告诉你，好吧？不太妙。两个人。哎呦，9月16日。哎呦哎呦，哎，左边呐、啊，你看哪里呀、啊？你看没啦，正妹哦，不需要正妹，你不是看一下？不行，这是关卡。星期六，星期六，脚步接近了。哎，回来我们的港口了。这是蛋糕，一个是柿子，两个橘子，每秒中间苹果。哦，所以是，所以右边是橘子吗？对，右边橘子。四瓶橘，四瓶橘，四瓶橘啊。二日。初一还初二啊？然后是16号，星期六。星期六，星期六，星期六。有威尼斯桥上的人影，他们面对着逆光，勇敢的在那表演，好吧？题目都会在里面。来，拿起你们的板板。嘿，说，好可怕！好，准备要来出题了。那大家特别注意啊，防君子不防小人，左邻右舍。也是朋友，也是贼，不要给他看到，好吗？因为很可能是别队的间谍。哎呦，下面一题，蛋糕手上的日历，农历的日期是农历，这个我知道。阳历是9月16嘛，对不对？看错了。好，请亮答案，1、2、3。亮牌，亮牌，亮牌。8月。初二，对啦，好险，好险的哦！我记得八月那个什么二的，8月初2。好，现在成绩已经出来了啊，恭喜！获胜的是黄队。